確かか。確かです。やれ。影子，醒醒，影子。怎么了？嘘。青岛举行，这次拍品当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幅二战时期的青岛全景图，它历时20年，是由世界各地搜集的上万张明信片拼接加工而成。最重要的是，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真实展现二战时期青岛景象的艺术作品。感谢66号以20万元拍得4号作品，谢谢。接下来我们与大家展示5号拍品。5号拍品是一幅二战时期的青岛全景图。这个全景图是由在全世界搜集了上万张明信片拼接加工而成，非常珍贵。现在起拍价是50000元，请出价。8万。20万。30万。45万。100万元。秦女士，您作为世界知名画家，为什么会对这幅青岛全景图感兴趣？我这次从法国回来就是为了这幅图。
我等他已经等了20年了。老师，您休息一会儿吧。老师，您怎么了？您能跟我讲讲这幅图吗？这才是我记忆当中的青岛。孩子，陪我到海边去走走吧。老师，您以前来过青岛啊？怎么没有听您说过？我想，就应该是在这里。这里怎么了？这里当年是个小渔村。哥俩好啊，60岁呀，你快走啊！干了，干了，干干。嗯。来来来，划划划划划，来。哥俩好啊，66岁呀。10歳くらいになる娘を見なかったか。能看没看到一个10岁左右小孩，小女孩？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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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是看到个10岁左右的小妹，马上报告皇军，有重伤，听明白没？嗯，好，好的，太君，好的。你浑身都在抖，来，哥给你捂捂手。你是人还是鬼？你刚才外边日本人找的是你吗？我不知道，你带我走吧。陳秀林は中国共産党系のソ連におけるスパイで、今回娘のチーレンインと共に重要な情報を持って中国へ帰ってきておりました。関東軍の特攻課が作戦を決行し、陳秀林は殺害しました。娘のチーレインの行方がつかめないままですが、足取りをたどりますと青島にいるかと考えられます。情報によればソ連北部に大規模な兵力が結集し、関東軍への攻撃を準備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特攻課からの情報によりますと、チーレンインはソ連軍侵攻の具体的な時間と兵力についての重要な情報を握っていると思われます。チーシューリンが青島へ向かったのはベイドーと連絡を取るためだと思われます。ベイドー？ベイドーは神出鬼没、いずれの作戦も成功させ、すぐに姿をくらます。見どころは全くつかめない。私の第六感によれば、情報は必ずこの娘が握っている。エアの人間が現れたのはそのためだ。翔さん、你是刚上任的局长，不要让我失望。请放心，只要这个女孩子在青岛，我就一定会找到她。来，算了，赶快来来来来来来。嗯，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是咱们袁海兄弟荣升局长的日子。兄弟，那我今天啊，全赖各位兄弟的帮衬。今儿高兴，兄弟们多喝几杯，不醉不归，好不好？好，好，好。袁海兄弟啊，你是有本事的人啊，
你看上下都买你的账，就连日本人也让你三分。你看讲义气能办事儿，我们这是弟兄们，还有我，全仰仗您了。老王，哎呀，最重要的是咱兄弟别吃亏啊！咱都说好了，以后咱们哥几个要相互帮衬，好不好？好，来干一个，干干干干来。张飞，太君，哎，干嘛？孩子，快过来！太君，滚下去！你是哪个人？青岛人。还有多大了？六岁。几岁了？七岁，我们本地的。太君，都是本地人。少桑，在。太平路可是你的地盘。内山队长，请放心，我会派出所有的警力，全力寻找小女孩的下落。太君慢走，三有难了。太君慢走。哎呀，老板，看你们出来哎，八姐，你看我这鱼怎么样？上称，去三扣一。每次都去三呢。行行行，去三就去三啊！上称。准备，准备，黄金检查，准备了。别动，不想出事就别动。走啊，哥哥哥哥，哎呀，干嘛？顺哥，这个地方能让咱进吗？怎么能不让咱进呢？咱有钱呢，怕啥呀？走走。打卦问世，两位善人。打卦问世，占卜前程。一边来。哎，哥，你真喝得惯啊？好喝。有劲儿啊！你喝不了苦中苦，哪有人上人？哥，那个小女孩，你真打算交给日本人啊？日本人想要这孩子，那这孩子就值钱。话说这两天我这左眼皮老跳了，这可是送上门的银子。那咱咋送啊？我也正在想这个事儿，你说咱直接送给日本人吧，我就怕这日本人变卦。他变卦了，咱找谁要钱去？就是啊，咱找谁呀，哥？这样，咱得找个能托付的人，找警察局的。啊！哎呀！哎呦呦呦！常爷，小子给您请安了。谁呀、啊、这是？喝咖啡呢？你小子也会喝咖啡呀、啊？常爷，我就来见识见识。来，叫常爷。常爷，问您点事儿啊。哎，前一阵子鱼行折了不少鱼，你小子干的吧？常爷，哎，您吓死我，我也不敢呐。不是，怕什么呀？鱼行嘛，鱼行就是鱼多，是不是？随便拿，随便拿啊！常爷，您别老开玩笑啊，我这害怕我。行了，喝你的咖啡吧。哎，喝咖啡。行了，喝。回头帮您看您去啊。哎，行嘞。哎呀，这洋玩意儿什么人都能喝，也不怎么值钱。滚！你让你在我店门口擦鞋的，快点！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儿？我滚远点！滚一边去！不好意思，太君，不好意思。喂，太君，对不起，对不起，太君，对不起，对不起。中国人，滚！什么三？对不起，内山队长，我会加强管理的。
肩膀还不去了帮忙？我。花熊君，花田君，素晴らしい立ち騒ぎだった。是是，你们刀法太棒了，太棒了。结束了。谢谢。行走。内閣に対する責任を果たすことができるんだ。軍への報告は？軍は我々を目の敵に考えている。しかし我々は軍のために尽くしてきました。だからこそ我々は単独で行動を起こし娘を捕らえる必要がある。だが北斗にはくぐれも気をつけろ。はい。Шифу, что мы есть? Сначала children, дети, мы только несем добро, понимаете? Это церковь, мы ни в чем не виноваты, мы делаем только добро,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ймите нас. Шифу, поймите, мы только служим Господу, понимаете? Мы делаем добро, мы здесь ни в чем не виноваты, здесь ничего. 报告局长，没有外来的。得罪好姐，您慢走啊，您多照顾我生意。我说今天生意怎么不好呢？啊？哎，哎，说你呢，你在这儿，我生意能好得了吗？快走，讨厌。我擦我的皮鞋，你卖你的蛋糕，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凭什么管我？嘿。这井边上趴着只蛤蟆，你还会喝井里的水吗？讨厌，快走走走走走，快走！哎呀，君子动口不动手，臭死了！快走，替我洗。大话问世，战鼓前程。大话问世，大师，你帮我挡一挂呗，我最近太倒霉了。
小哥，你就不用打话了，你的前程都在你自己身上带着呢啊！打话，走，是，你别走，你给我拿一块，有钱就有挂。你帮我看看，你看我什么时候能发财？得瑟，啊！呀呵，警长，多坐。辛苦您跑一趟。这，你们俩挺洋相的啊，居然跑到日侨去，怎么？你们要吃寿司啊？我们主要是请您吃。打住！你小子是不是又犯什么事儿了啊？只要有银子就行了，啊！警长，这回可不是小银子，这回是大银子。春季到来绿满窗，唱。春季到来绿满。お寿司屋さんのリカさんがお話があるといらっしゃってます。お嬢様は授業中よ。待つように伝えなさい。中国人の少女についてだ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すが。すいません。席を外します。好，我们再来一遍。春季到来，中国人におられた二人の神様が警察にある少女の話をされていました。誰かがその少女をどこかにかくまっているとかないとか。道长，道长，你怎么了？我是我自己不小心挡了皇军的路，皇军教育我一下。我扶你起来。杜先生，あなたには関係のないことだ。你忙去吧。啊，我没事，我没事。谢谢你啊。几次行动均告失败，已确认。女孩身上携带重要情报，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女孩，夺得情报。任何阻碍者，杀无赦。贻误战机，军法从事。戴笠。是，哎，好。走。呀！あのまま離せ。咱们小子，真是。都怪是疏忽，警长，我对天发誓，除了您，我谁都没说。你听着，要是我出纰漏，我饶不下你们。爸，撤！来，我帮你。丫头，别怕，啊！过来，吃点馄饨吧。
吃点馄饨，很好吃的馄饨，你尝尝。我把馄饨放在这儿，想吃就自己下来吃吧。君たちも来たのか。動かんでもらいたい。もしも娘が青島から脱出す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れば、内山君、切腹したまえ。それが本物の武士というものだ。大竹殿、私の力足らずで娘が青島を脱出したなら私は自害しましょう。現在軍党の地下組織もこの娘を探しています。我々は重慶から送った電報を入手、本日その地下組織を破壊した。昨晩娘を連れ去ったのはベイドであると断言できます。ベイドはどこだ、いつ潰すことができる。君たち憲兵隊の能力疑わずにおれないな。あなたには後で説明しよう。私の推測が正しければ、昨日の事件には黒龍会が関わっている。黒龍会の天皇陛下への忠誠を信じていただきたい。シャオジュルちゃん、愛者愛護的排長稍有可疑。转是行けた。アイベン、青島の全ての道路を封鎖しろ。問題を起こした者は腹を切れ。昨儿天香楼的事儿你们都知道吧。啊，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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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国民党军统的地下站，让日本人给平了。老王，天香楼可是你爱去的地方。我知道，咋那么能不闹啊。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这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说我这个老王头这饭还吃不吃了啊？我告诉你啊，别看别看都别看。哎，那个地方咱们都常去是吧？是是是是。再说了，谁没个相好的呀？这些是衣服还有水果，你把它换上吧，你的衣服都已经脏了。你要吃点东西，不然你会饿坏的。听话。龙哥，按说你闯祸了吧？这可咋整啊？别哭别哭啊，把手的钱飞了，没事，哥还有办法。啥办法？只有咱俩认识那孩子。啊，你还找啊哥？你差不多行了，请你吃的吗？
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没时间了。我今天要跟你好好聊聊，你抬头看着我，我知道你父亲已经牺牲了，他临终前有没有交给你样东西？你知不知道这样东西有多重要？我藏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在你的衣服里面，这东西比你的命都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别碰我！让我们出发！别走，看你吃的像小花猫似的。叔叔给你擦干净啊。你要不要继续吃？今天叔叔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你看。拿着，想不想知道里面是什么？我帮你打开看看，好不好？你自己拿出来。这里是笔，叔叔知道你不喜欢讲话，但是你可以用这支笔，把你想说的都画出来，好不好？拿着。猫がネズミを追うときに、ネズミは追い詰められ、自ら猫の前に姿を現す。华姐还忙着呢，看这风大的，头发都乱了，我帮你捋捋。哎呀，哎呀，住手！长爷，再好好的，恁这是要把俺宇航弄死啊！莫当家的，这话你说反了吧？你看看我的人都快被你弄死了，你手下边这帮弟兄得好好管教管教啊，让别人看见了笑话咱们余杭啊，对不对？长爷说的对，不过行有行规，我的弟兄就不劳长爷你来教训了。这个大姐，长爷是你的什么人呀？不认识。哎，哎。大姐，他不领你气儿啊！我的人都有点小脾气，告辞。好，长爷，再好好的，有空来泡茶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日本人在中国？因为他们是侵略者，他们要拿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要杀我爸爸？这次你爸爸带着你从东北到这里，
在执行一项任务。什么任务？是让更多的中国人不被杀害。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跟你爸爸一样的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都希望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能帮我个忙吗？你说。我爸爸让我找到北斗，北斗在哪里？我们就是北斗。我们做的事就是保家卫国。北斗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秘密组织，平常每位成员都潜伏在各个角落，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只有遇到重大事件和紧急任务时才会启动。每位成员看似普通，却又训练有素，彼此之间单线联系，配合缜密，无坚不摧。每次行动之后又迅速销声匿迹，北斗已成为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一支队伍。的陆路一共有两条，一条为交界线铁路，一处东绕崂山。海路呢有五个出口。日军从小青岛设置了炮台，而且修了小火车道，跟太平山一带的兵营是连在一块的。海上还有数艘巡逻艇，从西镇到汇泉湾一线恐怕是还困难。这个交界线戒备森严，我觉得难度很大。崂山一线只有一条大路，层层防守，尤其是沙子口，由日军精锐把守。来，条条路都有困难。我们现在无法使用电台，但是这个情报十分重要，它关系到下一步整个局势的扭转。日本人现在比我们还着急。你们在干什么？嘘，我倒有个主意。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就从小港走海路，把孩子送出去，因为这一带是日本商人的居住区。据我了解，这一带是黑龙会的部分成员带领着日本浪人在这里维持治安，没有正规军，也没有二鬼子。而且这一带呢，有我们青帮的弟兄还可以接应咱们。就走海路，大窑沟这场硬战必须要打，大家都做好准备吧。明早九点，我带英子从这里出发。那好，那我跟长山在大堡岛接应你们。好，到时我会在那边使用炸药吸引日本浪人。我和方仁庆在码头等候，会和青帮帮众接应。切记，所有计划必须按时执行，过时不到，说明计划失败，大家迟到二号地点。明白。明白。任务没完成，咱们损失太大了，就剩咱们三个人了。对呀，我们很难完成任务，不如我们先隐蔽下来，等候上峰支援。娘的，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戴老八的脾气。任务没完成，我们就是不死的日本人首领，也会死到他的手里。国际俱乐部？什么？不是。昨天我在那儿见到萧元汉了。秀三，你安定了？有没有线索？对不起，是属下办事不力。这不像是你做事的风格。你们可以出来了。太君，认识吗？见过，见过。他们认识这个孩子，你们曾经接触。
你说呢？你说。 冰淇淋，我就爱吃冰淇淋。就知道你喜欢吃才买给你的。那，吃吧。冰淇淋，哥哥给我买的。元帅，过来。知不知道，现在买个逃生一块花布都得被跟踪？你买冰激凌，会害死大家的，知不知道？小哥，下不为例。 通知大家，马上行动。哎，耳朵，眼睛，嘴巴，鼻子。好了好了，那个咱玩坐飞机的游戏好不好？啊，坐飞机，哎，开始。哎呀，来，上飞机。 上飞机喽！飞喽！飞高一点！轰炸轰炸轰炸！呜咚！好玩吧？好玩！不玩了，耽误人家工作了。来来来，坐下啊！哎呦，坐坐坐坐！你开心呢？ 管不着。元帅哥哥在外面是假装擦鞋的，擦鞋的就不能买冰淇淋了吗？他买冰淇淋给谁吃？给我呀。连你都知道给你吃，那敌人也会知道的。 明天你们走一路，其他人按计划行事。是。你看看，我都穿成这样了，还是喝杯咖啡吧，咖啡好喝。不爱喝呀？不爱喝，我给你浇杯茶。这个给你。
太厉害了。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他们的真实身份。现在想起来，甚至连他们当时的模样，我都糊涂了。地方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不想失去这个记忆。来，等找机会我再给你买冰淇淋。好呀好呀好呀。严穗哥哥，不行，你给我买冰淇淋，敌人会知道是你给我买的。你等着。不干了，咋了妹子？这缺德事咱不能干。什么缺德事？什么缺德事？我不让我缺德事吗？我看缺德事上哪挣钱去？你这个土老帽，我告诉你，没钱还没这命。哥现在已经打成日本人了，好日子就在后边呢。过两天把那小姑娘抓住，钱就来了，哥答应你，到时候哥给你买新衣服，给你买高跟鞋，给你买旗袍，气儿开到这儿的，带你喝咖啡去。哥，俺真不干了，你自己多保重，俺走了。你给我回来！我是你哥，给我回来！你都走了，我赚什么钱我？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因为无法使用电台，跟燕来的同志联系不上，大家要全力寻找联络员。咱们继续尝试老的接头暗号，这么大的中药铺怎么没有黄芪？回复是黄芪最近缺货。
这可怎么办呀？日本人的盘查越来越严，想查根针都难。夜长梦多，干脆啊，我觉得咱们就直接把情报送到延安局，那不就得了吗？可是路途遥远，万一出点什么差错，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怕什么？以咱们的实力，我就不相信完成不了任务。那英子呢？她现在有多危险，你们不是不知道。可是如果带着英子走的话，目标太明显，我们肯定跑不出去。这好办，咱们可以把英子留下，找个人看好她不就行了吗？不行，英子和情报都要安全地送出去。约翰说的对，我们听他的吧。ネズミめ、我慢できずに頭を出したな。必ずまた姿を現す。我々黒龍会が先に娘を探し出すのだ。我々に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な娘だ。必ず探し出すんだ。しかし、力が及ぶかどうか。手ごわい相手との勝負こそ武士の本望だ。はい。约翰君，我希望你把这个消息尽快传遍青岛。两天之内找不到那个女孩，这30个孩子就得死。是队长，属下一定全力奔逃。我很记住你，我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你很优秀。这可能是我的第六感吧。承蒙队长的厚爱。你觉得梅朵他会来吗？一切都在队长的掌握之中，属下不敢乱猜。队长，小子给您请安了。哎，别，您别给我请安，您现在可是日本人的头牌，对我给您请安才对。哎，那我也给您跪下了。那借也不说话。走。好。哎，有什么事儿说。队长，您别看我一天到晚在日本人那儿忙活，其实我就为了赚点钱。我跟您是真心的。如果哪一天您把我收到您的手下，那就是我们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就这事儿啊？好说好说好。哎，不，那个还有件事情我想向您汇报。我发现有一个老道，形迹可疑，神神秘秘的。老道啊，来，抽支烟。哎呦，拿着。不是您这烟不好抽。啊，不是那个。日本人给我一根儿，您抽这，您抽这个，哎，我来这个。哎，这事儿跟日本人说过吗？我对天发誓，绝对没说过。老道这个事儿，我会好好的查。哎，要真查出什么问题，那你可就立了大功了，好处少不了你的。行，您多提携我啊！我知道了，回去吧。那我走了。哎，好，哎，走了。哎，来，抽支烟。30人の娘と1人を交換だ。このことが外に漏れたら帝国の印象に傷がつく。
しかし情報が得られるのであればその価値はある。気がかりなのはベイドが本当に娘を連れてくるか。ベイドは必ず来ます。ベイド肯定会出现，但孩子也会逃离的。到底会是哪儿呢？那些孩子已经被绑了整整一天了，我们明天必须行动。这也恰恰是我们把英子送走的一次好机会。レイドは必ず来る。しかし娘は来ないだろう。ここが戦場になれば奴らは別の場所に姿を現すはずだ。だが同時に逃げ道を見つけ出し娘を逃がすでしょう。奴ら港から逃げるはずだ。必ず港から逃がすに違いない。同意吧。小局长，你相信第六感吗？啊，你说什么？第六感？这个我不太懂。为什么每次北斗出现的时候，我都没有见到你？内山队长，我可都是按照您的安排把守在别的地方呢。看着我的眼睛。我对天元法师，你都不敢骗队长。伊達さんが自分と同じ考えを持ちとは、私がここへ来たことを残念に思われているのでは。内山君、黒龍会は根幹作戦に全面協力する。你为什么要擦掉那些画？为了不让敌人找到我们。那我得找点沙子带上。给你用这个装。来，我帮你装。明天要打仗吗？也许吧。是因为我吗？不是，很多人。你们不怕死吗？你会死吗？你会不会死啊？我不要你明天去，我不要你明天去，你不要去，你不能死，你们都不能死，那么好的人为什么都要死？我爸爸死了，赵家叔叔死了，你们不能死，你不能死。果たして、ベイドーがどんな手を打ってくるかな。ご安心を。我々はすでに準備を整えました。ベイドー名。尻尾を出せば命はありません。处长，确定会再次出现吗？咱们赌一把。日本人肯定以为会是码头。邱道长、元帅、文玲。你们负责去救那些孩子。新兵队内有我的眼线，他们已经替我们布置好了炸药跟烟弹。文玲，你负责引爆炸药，其他人跟我去火车站。快，老孩子们，快快快！
你先走，我去掩护他们。你快走，快走。一人も逃がしてはならん。小鬼子，被堵在这儿，有本事来抓我！捕まえろ。你是北斗，算你们厉害。你们要的情报就在这个蛋糕里，老子请你们吃蛋糕。30人の娘が連れ去られ、我々はまた大きな損失を受けた。憲兵隊は本当に能なしだな。30人連れ去られたなら300人連れてきますよ。ベイドは君に恥をかかせた。君が何人手配しようと帝国の印象は悪くなるばかり。内閣も君の勝手な振る舞いを支持するわけがない。娘が陳太を出ない限り私に策はあります。君をこれ以上信じ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そのうぬぼれと無能さで帝国に恥をかかせた。黙れ。お前は帝国の恥だ。お待ちください。貴様、畜生、ベイトーに俺の邪魔はさせん。誰にも俺の邪魔はできないのだ。内山君、頭を冷やせ。ベイトーは一人ではない。限界令発令、疑わしき者は全て殺せ。到底是个神呐。老王，老王，哎呀，哟，老板，您需要买些什么呀？我要买黄芪。黄芪啊，那您需要多少呀？10斤。十斤？哟，老板，您看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呀。这么大的中药铺，连10斤黄芪都没有啊。这个客官，黄芪最近缺货，您如果需要的话，我这里倒有一些。你有多少？3斤。你的黄芪产自哪里啊？山西。你好，你好，请坐。我去外面盯着。好。我来了很长时间了，今天总算是接上头了。这个交给你。这个情报啊，非常重要。只有拿到这个情报，延安才能在全国做出相应的军事部署。日本人现在非常的疯狂，他们现在更急于找到孩子，而且我们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了。首长指示，英子的父亲是党的功臣，英子现在是孤儿，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英子安全地送出青岛，送到延安。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啊，内山先生，据我所知，这萧元汉已经人走无空，你说怎么办？你相信第六感吗？我不懂什么六感。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萧元汉明天要离开青岛，他会从哪里走？
去的。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好好的，松开，松开，先松开，先松开。老实。哎，啊，大姐，老道，哎呦，快点！哎呀，不打了，打了，打了，不打了，不打了，坐下。一个是钱，一个是刀，你选哪个？不明白那这什么意思。明天下午六点，让你所有的渔船出港。办不到，这日本人封锁的太严了。日本人的事儿你不用操心。答应了就拿钱，不答应的话就拿命来。二位，这日本人封锁的实在太严了，他们那个小火轮就……小火轮我们会处理掉。难处理啊！这么说起来，最近在港上把日本人打得找不着北的，也是咱干的了。我毛俊亨也是中国人，打鬼子我一百个愿意。钱，恁拿走，事儿我给恁办了他。别人会和我们一起走吗？可惜再也见不到常叔叔和方叔叔了。放心吧，只要火轮敢生火就炸。嗯，我已经失了药，他们醒了也不会起疑心的。走。好。明天再来，走吧。那你们走啊。嗯。明天再来哦。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都好好的。放心了。妈，ありがとう。你这里很漂亮。你擅自闯入我的房间，还打伤了我的弟子，这样不礼貌。这里本来就是中国的地方，是你们擅自来到了中国，任意的掠夺屠杀，你们才是不礼貌的。没想到小三就是北斗，和高手勾招是一件快乐的事，我们要无私的方式解决吧。Thank you.
山哥，你的仇我终于帮你报了，你看见了吗？侵略者，滚出中国去！呀！Thank you.
想保护孩子，就你们几个人，能保护得了吗？你的第六感很准，但是太慢了。你以为你们能跑得了吗？你认为我们会跑吗？你看海面。你们的计划做得很好，但是孩子跟情报还是没有送出去，北斗也不过如此嘛。但是我不希望是你。现在多好啊，这不正是他们所期待的吗？这里真好。